有去店里面找陈酒啊，找陈年老酒，看有没有老酒，有没有地方的那些名酒啊。这里有一个店，啊，样子这里好多老酒。哎，你好，老娘。嗨，吃饭没有？啊。啊？吃了，吃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对啊，去年在你这里买了很多的酒的。今年买酒啊？继续买酒。把那些金牛湖都卖走了嘞，那些几瓶五六十块的都卖走了嘞。金牛湖都卖走了。嗯，2004年的。我好像没多少没找到啊。有几瓶卖掉了。虽然我没找到，有找到的话我肯定会买的。找一下这里还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酒。还有几瓶，但是我一个朋友要啊。哪个朋友要？我这个朋友不要跟我啊。他跟我说了好多遍，他就是没空来了啊。这种金牛湖呢，卖掉了好多年了。哦，就是今年正月初几，这个有没有包装？包装扔掉了，被他看了，然后撕烂了就扔掉了。嗯，这上面有日期吧？应该。金牛湖的，这38度啊。啊。这个是酒质应该还是可以，哎，是38度都不行，不冒酒发了。这样子啊？哎，差一点还是差一点。这个是什么酒？这个你也不知道。这个是生酒是吧？这里还有一瓶啊，这个什么老鱼池啊，老鱼池啊，对，去年拿来的。刚才给我拿出来吧。这个还有几瓶，好像。那给我都找出来。这个是找出来，还有没有？这瓶酒都没有，没有。老酒比较贵。哪一种？没有了。6-7块钱一瓶。盒子，这个是余额红，也是38度。啊？这个就是我之前买的。这个都比较贵。哪一种？这余额红的比较贵。这个少一点，这个便宜点。哪一个？这个便宜。嗯。38度，这个直角。先找到这里，好吧？先我找一下。把上次那个的吧，按上次那个价吧，没事。上次等你多少钱？新的价格。这个是什么酒？很天下驰名啊！那个度数是多少？也只有38度嘞，这酒也只有38度啊！我媳妇说他那个。都是高一点的，我喜欢说都是高一点的。这个也是40多，没事，反正说是买了的，没关系。有的，那酒不可能没有度数的吧？哦，这那一张纸没有了啦，在这里，这好嘞，在这张纸上面的，对，啊，46度，对，那拿着拿点胶布给我胶一下，这个拿了，这个久了，它粘的太久了，这上面的标签都掉了，盒子也烂了。随便贴一下，没有透明的。透明的多少次？不见了。那还贴个这个？那不还贴？这肯定嘛，它这里不掉的。这个老鱼池是四。上面还有几件，还有几瓶。还有几瓶给我多了。再见嘞。都给我找。妈妈下电，妈妈在仓库里去了。都给我找出来，跟你一起下去吧。好，可以。把这里搞一下，这个盒子。盒子用那个胶布胶。上面小心呐，掉下来摔烂了。嗯，对，用盒子用胶。有一次我摔烂了一瓶，看到。来吧，我们跟老板娘去她的仓库里面找一下。
才是传酒的好地方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传酒的好地方。没事，我有手机打一下。什么酒？丰富红，只有45度嘞。哎，对。这有一些清酒，这清酒是哪一年的？2019年是新的。这个也只有43度，这个酒应该有70度。不是，我都要上50度的酒，大概我因为是自己传，知道吧？自己传的话，那个酒年份，都无所谓，主要度数高。度数高的话才有意义，那个酒藏起来才有意义。这里有38度啊，都只有38度。这里有一瓶度数高一点的，这一瓶52度的。这什么酒？这个贵了。这多少？这100度。哦，100度。啊，那个酒100多，那我们村上的支书全老是在我这里了，只有一瓶了。这个呢，什么酒？桃园山醉呀，桃园山醉呀。啊，这个哎呀，只有38度嘞。这个是什么价位的？那个啊，哎，那个40多块。啊？那个只40多块。40多块钱一瓶吗？嗯。那个只40多块。它绝对是太低的啦。都只有40多度嘞，30几度的多嘞，现在都被那些好的都被人家收走了。那些好的全部被人家收走了。嗯、这是什么酒？这个就是刚刚你看的红果。哦，这个多少钱呢？那个只有30多块钱，少一点了，20块钱了，反正度数太低了。那不行。啊？那不行。20我就拿走吧。那不行，25块钱拿掉。这盒子都新烂了，盒子也新烂了，度数也低了，45度了，盒子都生锈了，全部生锈了。那可是那么多年了，肯定生锈了。来，你就是装上来的那个酒了。度数高的都没有了，被人家收走了。这个是什么酒啊？这个盒子都全部是满的，是吧？啊，密罗春啊。密罗春那个酒不，那个就是没成这里出的，你说不上个酒，你看不上。看不上对吧？说真话。嗯。那就讲。老板娘知道我有好酒。啊。他一般的酒，他一般酒他不卖给我，差一点的他不卖给我。这几瓶好的啦，你那些度数低了。这个呢？这个酒怎么了？这个大花箱。这个酒也是没有多久的。多少？这是我搞店以后再进的，不知道多久进的。你个也只有42度。嗯。我主要又找。这几瓶呢？没有啊。哪里几瓶？就是这几瓶啊，这38度。哎，你那老鱼池呢？老鱼池那天我找出来了，不知道卖掉了没有？这又放到哪里去了？这里有一件商店老酒，还有北道风啊，北道风是新酒。这里也是，这个酒怎么卖，老板娘？啊，这个酒怎么卖？这个只有38度吧？这个也只有38度。这个是九胜还是九八？这个九胜，这个这上面有一个有价钱的。哪里？这个是什么？你记得多少钱一瓶呢？不记得，反正卖这个是98，那个便宜点。卖是多少？这个100多。这个100多，你那个便宜，那个只要40多块。啊？那个只要40。它主要是度数低了，价钱我也不怎么讲，你的价钱绝对度数低了不行，我要高度一点的。那没办法，就只有这么多。我要高度酒，知道吧？全部收走了，没有了。好的。就只剩。把上面那里去买一下单吧，多少钱？我到上面算一下那里的钱，好吧？好。啊，你来一下。知道我买酒，反正又买高度的，啊，老板娘拿酒，在上面把账结一下。
堆，一起就是三瓶，好多钱？65块钱，60块钱的，走吧。但是这个呢，这个玩意儿呢，那你们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铜壶啊啊啊，他们是老嘴，就是你都是学习的，这是可以的，这个呢，这就行了。这东西，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30块钱，两瓶少一点了，50块钱，40了，40不到。对了，哎呀，还留个几年，你做生意是，随便买那个香，那个香酒了，那个酒了，快点。那个，那个香酒啊，那个香酒就也是三年一年的。二年一六嘞。啊，也是二。是什么价位呢？那个30块。那也跟那一样的价格了，那个不行，那个我还有大货。大货啊。那个、你我拿多拿一点。算什么价了？多拿一点，那个大头也没有多久，没有多少件了。哎呀，有多少？有个4-5件吧。拿两件吗？拿两件。拿两件多少钱一件？多少钱一件啊？140块钱一件。120，老朋友来了，120算一下这个钱，那里。那个拿不了，120我自己的了，拿一件给你120，拿一件给你。拿两件呗。是哪？两件，120我没赚钱。好了，那你就给两件130一件了，带两件来啊，给我带两件上来啊。老板娘，你这一块还价啊？哎呀，我也赚不到钱，就一点点利用。行了，是吧？3年了，马上3年了。没问题的，好了，别在那里面搞事了。来，接一下账，这里120是吧？120，这里来60，180加。我来拿个计算机，相机在哪里？12+50，60。130块钱。130是吧？我给你算一下。农行已收款230元。钱给你了。啊，好的。那这里给盒子打一下吧。往你送，帮我送货，老板娘太那个了，太厉害了，这样的老板娘不赚钱都不行了。在哪里？到最后面吗？你搬得上吗？可以，送吧。不要了。发财啊！好的，感谢啊。发财。